大家好，我是河马赴美 Martin， 今天下午带客户在森林湖看新盘，继续拍摄一下莱纳建商在森林湖的样板间。莱纳建商在森林湖的新盘最大特点是税低，只要 1.1 的税，老板大公寓要 1.9， 这有很大差异。我们现在拍摄的是 Solia Detached Condo 的一号户型，90万左右，三房3.5卫，室内是2300尺。进门之后，一楼是一个套房，样板间做成了一个书房、小客厅，有一个小院子。这个房间实际上可以改成一个套房，这里有0.5卫。有一个很不错的后院，采光很好，有水景。莱纳建商是所有建商中相对比较公道的，基本上所见即所得。这是车库，有两个车库，一前一后，车库门前还可以停车，所以一号户型是 detached condo 中比较独特的，有自己 driveway 的。一般的 detached condo 都没有 driveway， 那这个一号户型因为车库是一前一后的，所以有一个车库门前可以停车。好，我们上了二楼，二楼是主要的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这个户型特点是有南北通的阳台，楼上的主卧也有一个大阳台，非常舒服。有院子，有阳台，有 driveway， 才90万，2300尺。税很低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看一下客厅全景。好，这是一个套房，房内卫生间。一楼的房间样板间做成了一个会客厅，改成房间的话相当于有四房，90万。这是厨房。好，我们到三楼看一下。我们再强调这个户型的特点， Solia 一号户型是性价比最高的，2300尺，90万出头，有阳台，有 driveway。一楼样板间做成了一个客厅，可以改成一个房间。二楼有一个房间，三楼有两个房间，三房3.5卫。好，我们到三楼看一下。所有的房间都是套房，这是三楼次卧，采光非常好。样板间的位置很好，就在社区泳池对面，三楼次卧可以看到社区泳池。远处是尔湾大公园，还能看到热气球和光谱中心。这个样板间真的不错，位置很好。然后这个次卧也是套房，所以这个房子是三房3.5卫。全套房，如果一楼的客厅也改成一个房间的话，就是四房。这是洗衣房，我们看一下主卧，主卧非常喜欢，因为带一个大阳台。一楼有后院，二楼有阳台，三楼主卧还有一个大阳台，有 driveway， 可以看山景。这是主卧卫生间，有一个很大的衣帽间，两个洗手盆，淋浴房，有一个很大的衣帽间。这个户型只要90多万，90万出头一点。莱纳建商在森林湖的一号户型，税很低，才1.1，2300尺，卖90多万，亮点非常多，谢谢大家。